都是我在往前，我往前都是该赢的分类，我底线的失分就算了，我的没那么严重，虽然也是蛮多的，我至少是该赢的分类，就还在一半的时候，我往前那几颗都是要命的。我不知道，那时候都不在想。你给几个五个嘞？我姐呀、啊，我姐在讲的，下次叫你。上一次我都知道我反开会不太敢用直播，然后之前跟你打桌游的时候，上次等于球很慢，我觉得球还蛮快的。哦，他是谁啊？没有，我不知道，感觉他就很坚强。你是说三浦哥系列团吗？对啊。那他意思是说，第一场凶打球速比较慢，那是因为就是我那个同学他们就是打老人球，那一场有点打老人球，就这样子。就后来需要教打反球，现在行走了。发现发球。他在就是艾迪达双打势在必得。有吗？这样。有啊。后来这个立冬奖的吧。不是，他说你、，sorry， 哎呀，来过来打，这个系是他们负责，整个交管系的设立流通管理。
跟前两天跟瑞琳打，找回一点球感。不错了啦，我觉得大家就是好玩一点。对啊，对啊。那你们台大学生自己打球要交钱吗？要啊，也是要啊。蛮便宜的，就是年费吧。年费啊、好像一年，好像一年多少而已，要我们1000块哦。哦，还蛮便宜的。很便宜啊，然后有8年，通常不会每场打。不过，可以吗？哦，不要不要。听说校友是好像一万多，很贵。对，从变校友开始就很贵了。哦，校友要只对在校生和优惠很好。校友啊，哇！我们校友去吧，好像每年也要好几千。而且那个缴费那个是不含晚上，就是开灯之后要另外算。哇！开灯之后更贵，好像一次要租2面场，然后要100块，1400，700，2面场1400，2小时。对，啊，没有说算次的，一次多少钱这样子？对啊，都算次啦，算次，一次就几百块这样。啊，哇，大家平均分摊这样子。对啊，对啊，就是那个就是设计给那种系队啊、校队。啊，系队、校队要自己交钱。刚刚打车，校队不用啊，校队不用。哇，那什么都要学的，台大，台大都要学的。我们还有之前还有吵过啊，说体育课进去，然后体育老师要上课，然后结果体育被借给外面。因为我们学校那个综合体育是 TOT 啊，它算是学费要自付，就跟学校体系有点不太一样。哦，是啊，是啊，是啊。一些像现在很多学生说，我们学校那个网址要改成是 NTU.com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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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有很弱。我很强啊。你是普罗用品社，普罗运动用品社。哦，我是老板。你是合资吗？那你们还出来，就是，然后我现在有些教练把外套出来教钱。对啊，还有啊，我都有在讲啊。察言广进。没。你好像也去儿童公园教吗？没有，不是我，另外一个吧，张志祥吧。张志祥啊，没有，那刚刚大概就有说，刚刚认识你啊。他一直跟我说，哇，那些阿 Ken 啊，他那些太酷了。那时候说什么你们要去怎么讲？然后场地类似说，就是怎么讲，租不起来啊，还是？不过据说是没有，是他自己吹牛的。我也不知道。因为他怕人家，他的场地跟别人连，是吧？进去一定他就是他在那交钱。有啊，看。要打我，要打我。好大。把我。要去换皮鞋的话比较好。
你看起来，你像不抽烟了。我没有抽烟嘞。没有。这关系蛮怎样？我看起来很粗犷的。自从当兵之后，都不相信外表跟肤色。蛮粗犷的，蛮适合他烟皮，我不知道的。啥？吗？对啊。学弟有说，他说他去唱阿鲁跑了，然后呢？然后说很好打。他说很好打。他说他很紧张啊。我要问一下电脑。我没有记在电脑里。嗯。下次他也可以一样。那条很好打，我怕我乱。有螺纹的，他穿什么材质啊？红凯队什么都很棒。我忘记他是用哪一条线。11月左右。然后11月大号。他说要水。而且又有力量又很大。因为他说那条线应该不容易打断吧？不会，那条线很不会断，很耐。他原本要打那个角那个五角，可是那条会相比之下很容易断。脚线不断，但是比较阿鲁跑比较贵啊。贵。贵1.5倍吧，撑到好贵。可是它的时间应该可以撑1.5倍。4G 有比阿鲁跑耐吗？我不敢保证，都很耐，我只能说都是，他们家的都是耐。我知道上次不是有撑一条长，那一条很好打，就耐很久的那弹性，可是不贵啊。它弹性真的，而且那条耐到我觉得是，它需要外汇先断。他参加什么赛事？就有点特别，下次可以来看你们再穿一次。或者这条看你啊。这条还不错，可是我觉得弹性的话它不见比较好，可是这条是有比较好的，就看到时候你要打，但是那时候穿那条是球速可以的，可以啊，可是看再穿回那一条，又是全穿的、欸、全穿差不多力量会有点大、哦、我怕你会咬不住，我怕不知道要打了才知道有吗？可是像那一条擦鼻线跟那个 YY 的鼻线不是很类似，差距比较强。擦鼻线是不是 YY 的？对不对？就是我上次给你讲的，就是 Vocal， 感觉很类似。是啊，对啊，是类似的，可是差异它的性质还是弹性比较好。学弟，但是它的跟它的跟它是平价的，你就可以用那个。那条可能会比较耐打，对，那条一定比较耐打，然后弹性其实，当你需要爆发力的时候，那条是。阿姨，等一下你好，就可以练发球。没有啊，你慢慢凑，慢慢凑，不急啊，不急啊。哦，我看知道。好久不见。我本人比照片年轻啊。啊，没有啦，应该照片问题。今天聊那个，OK， 这个不会啊。我看你干嘛？可能会一起吃饭啊，他们。没有，若琳打得好啊，是，哎，帅，好，这样最自然了。
里面就是那种凉的挥发物质都 double 放。最近不是跑到哪一个市场的福马林吗？福马林不能做那个了。我们都放那个什么？我们先开始，从头开始吧。薄荷脑啊，樟脑啊，丁香油啊，什么丁香水，然后还有那个火龙。而且我跟你讲，常赔的钱就是什么？香蕉可以吃到吗？就是我们自己，就是在看东西。你们那八九会看到太阳吗？我们病人没有办法去预测说这个病人做一张梦枕之后会有什么。那我们依据这个病人的情况下去做医疗上的调整，或可能就会就是，可能就是法官也会认为你就是没有。就是会觉得你就是你没有依法行医，没有照 SOP。对，可是照 SOP 的话，我们知道这病人一定会死。对啊，对啊，可是他就会觉得就是，法官他就认为就是写好就在那里，可是他们无法就是认清就是现实的差，就是各自差异性。台湾的医生被告的那个比例，还有被判刑的比例。应该说被告之后被判刑，全球最高。没有啊，就是民法那边啊，然后刑法这边就是很容易被告，但是其实判刑没那么容易啊，因为有的检察官连赔，就是很常在赔啊。对啊，就是。只是其实国外没有那么容易让判刑。国外到美国，国外还算医生很大，也不是好判例大，只是真的是个健保体系。他们没有那个健保体系有问题，大部分其实是。他们本身是有保险公司在承办这些业务的，对，不像台湾是一个就是不知道是福利还是保险制度。我还是想选一个健保，毕竟那个另外一个健保有好有坏。台湾的健保其实是很好，就是对很多国家会过来选，很多国家会派人过来选，我们用自己的文墨就好了。对，对我们病人来说，我们健保这样是一个非常优待病人。所以说在国外看病很贵，在国外看病不但贵，你临时发烧，你要到你真的来看病，你不挂急诊的话，你要等一个礼拜。很多科就是这样，你今天牙齿坏了，你挂号，如果你不去看急诊，你挂号不挂号你排到你的时候，你已经是痛完，你牙齿已经掉了。而且急诊很贵，急诊超贵，然后你去了他不一定会。然后国外都给你讲。发烧了，还有发烧是谁？就是发烧给退烧药的。威廉五十，他搞不好连退烧药都给。所以很多人他可能会有买药这样，所以他可能就有他的理由。